半夜发誓的口味做出来啊呢！我先试吃恁看卖啦吼。金玉，你来找来吃，大拢在找你呢。你想啊？你白天受到伤大打击，这变个安尼。小雨，我唔知啊，你一定伫咧病院陪我。金玉袂记我。老大。安杰。你拄只叫我啥？安杰啊。你哪知影是我？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明明知影伤的是海事，你有法度甲合作？不是啦，你是啊爱搞海事的呀。其实我是陈忠信派来这边，你有温情我拢行了。你即马去，咱就个人行个人。咱就是无权无势，才会让人一直糟蹋欺负。只要咱我向伊的脚底，一定会找到机会拍断伊的脚骨。出来拼！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来找来吃，大拢在找你呢。我就刚刚去搭船公来吃，要吃饮料。金玉，你无代志好。你想啊？我等有放在百货店头前，捌酒醉过，一定要我照顾一林大汉。即马山海已行就这条路。你的人生是因为我才有变化的，我袂当让你白白牺牲。这不是牺牲，是保护。你哪在哭啦？安姐，我爸说小事情，我唔当哭，唔当哭。我找到楼当的时阵。电话线也总控不上好。你今天动作很急嘞，把酒头当作披萨夹。你别把红土的脚给看。那也不要搞通地，把这爸爸真是败啊！这三九九八头顶关的大雕快，一定会振翅高飞，底下路不会路宽。咱就是无权无势，再让人一直糟蹋欺负。咱会当利用单中心资源，一概改套走。感谢你的收听啊！我叫我倒来用心治疗，你我倒。你现在当改掉嘛，来把我给一起吃。虽然我是在公家搞起家人，嘛是爱提防你，我到底给我加一嘴。所以，我准备将你拉落地。真正甲万条安尼交结，从头到尾拢在利用我。你先招待书，唔通一寡细节说白条的。我今日若无利用别人的手，我有才调，甲两台电脑斗阵。我替你处理我安杰的代志，算是你有温情，我拢行了。你即马去，咱就个人行。